2013电子科技、宽频通讯还有云端科技联合三展，今天在南港展览馆盛大开幕了。现场有不少新奇有趣的新科技展出，现在就一起来看看。3、2、1，在总统马英九等人的见证之下，电子、宽频、云端联合三展8号宣布开展。九大主题馆各有特色，其中最吸睛的就是 MIT Inside 未来体验馆。我们利用很多特别处理的这个玻璃的，最多可以做到360度，看起来好像一个彩色动态的影像在空中播出来，好像全息影像，其实它并不是。这个装置主要是一些光学的角度，还有这个特殊的这个镀银的这个玻璃之外呢，你必须要能够翻转旋转，要能够对位置，同时产生多个影像出来才行。那在软体里面，你要做这个及时的处理。只要像画面这样挥动手掌，凌空感应，就可以轻松的在做菜的同时翻阅食谱，还有透过 RFID 电子标签，就可以轻松付费的贩卖机。这个技术是我们常见的 U 卡，那它是使用 RFID 的技术，那我们就可以使用在，比方说搭车、租借 U bike、超商小额付费。那么这一次我们应用在贩卖机上面的话，最主要是希望让民众可以使用 U 卡小额付费，不用再带一些零钱在身上出门。还没有规划好国庆假日何处去吗？赶紧揪团一起到南港展览馆大开眼界吧！经济日报涂又任台北报道。